如果你是老师，如果你是教授，你会愿意架摄影机在后面，然后把你上课东西录下，然后播上网，然后你不知道什么人会看，你也不知道你会拿来做什么事情。好，不管这个，你有空可以想一想。有没有人记得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讲？第50页。好，希望今天的两节课可以把它教完，不然的话我们在这边拖太久了，而且这个。你会这样一直听我干讲，这样不容易专心，然后你不专心我就会骂你，对不对？然后看一下152页，所以其实我们讲到生态系，我们以台湾为例，我们从陆地从高海拔到低海拔，然后我们讲到水域，然后我们水域的话就分成淡水跟海水，淡水的又依据它的流速分成流动水域跟静止水域。那海的话呢，你看第一行它就写了，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栖地，那当然它其实占的表面积非常的大。然后另外的话呢，其实它的深度又非常的深，而且你可以想象，水域生态系它比较是立体的生态系，那陆地生态系的话，它就是平面。大自然我也讲过嘛，哦，对，水域生态系的话，你可以想象它水深这么深，然后从海平面到这么深，其实都有生物，啊，都有生物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当然这个海洋的话呢，当然它跟陆地上就会有接壤的地方，我们就把这个。叫做潮间带，你就可以看到152页。那潮间带的话呢，其实它的英文当然就是，这些潮用的是这个 tide， 应该是 tide 这个字。然后呢，在涨潮的时候，最高能够涨到多远，这叫高潮线 high tide。然后退潮的时候呢，最远可以退到哪里去，这个叫低潮。然后在两潮之间，就叫 intertidal zone， 翻成中文就叫做潮间带。简单来讲，这些地方就是。涨潮的时候会淹在水里，退潮的时候会露出来晒太阳，所以是个很倒霉的地方。因为里面的生物呢，它要准备会露出来晒太阳，然后它要准备会被水淹没。然后呢，在淹没跟晒太阳的过程当中，又有浪不断的打来打去，水会不断的拉来扯去，所以这是个恶劣的环境。那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看起来很热闹，为什么？跟生物有特异功能，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有关。看一下课本的100旁边这一页，153页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写的。有没有它可以，例如说有些藻类啊，可以随海浪而弯曲，不易被折断。然后另外的话呢，这个牡蛎就是鹅啊，知道哦。然后比较大颗、比较贵的会叫蚝，对不对？如果是生的叫生蚝，是不是？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固着不会被冲走啊、哦，所以其实它有各种的方式。那这个牡蛎会紧闭外壳，所以看下面的照片。那下面的照片的话，这个其实是潮间带非常有效率的一种利用方式哦。就是在养鹅啊，那这个牡蛎它其实小时候是没有游泳能力的，就是浮游在浮在沉的，然后它遇到地方它就附着，然后就会长在那边，然后接下来当然就不会再跑，虽然它是动物。那它接下来的话呢，其实我们在养殖的地方当然就希望能够大量的去养殖，不然的话野生的牡蛎哦，它其实在沙岸跟泥岸几乎是没有，它就会在一些沿岸会产生的地方，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。看到过去海边玩的话，那个石头上就会长牡蛎。那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啊？因为有人觉得会有寄生虫的问题啊、嗯。可以自己拿石头把它敲一敲，壳敲破，然后拿出来。还、啊、有人会直接生吃。我就是我刚刚讲，会有寄生虫的问题，有点恐怖。好吧，我们先不管这个。那但是我们当然有一些地方，就是你要去采野生的鹅啊，那你就很辛苦，你要一个一个石头然后去找。那当然，现在就可以看到课本上的照片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在讲自然的状态，用这个方法来举例其实有点怪啊。不过，当然课本上有，我们就讲一下。那它其实呢，就会想办法让这些牡蛎，它其实可以在里面有地方附着啊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讲这些这个沙岸或者是泥岸的话，它根本没有地方让这个小鹅啊去附着，它就没有办法长嘛。所以其实他们就用尼龙绳。其实我以前去看的时候，然后他们。会有一大堆的，他有时候台塑就会断一些，然后我有看到几个断在地上，我问他们，这我可不可以带回去？他们大概觉得我很白痴，就跟我问题讨论，你就掉那边就像垃圾一样，你就捡走就好了。他就尼龙绳，然后他会用那个挖完的牡蛎壳，挖完的牡蛎壳，然后钻洞钻洞，就会这样绑绑一串一串，然后就把它吊在海里面。然后呢，当他们繁殖的时候，他其实那个小牡蛎，我讲小肉眼会看不见，他在不在层碰到东西，他就会粘，然后牡蛎壳上面就会粘牡蛎，越来越多，却变得一串一串。然后到时候收成的时候就整串提起来，就一串一串。
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把它运走，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住海贝大姑阿妈就帮忙那个把牡蛎挖出来。大家应该知道它是有壳的，可是你喝鹅啊汤、吃炸鹅啊，或是鹅啊煎、鹅啊米爽，它其实没有壳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当然就是有人挖的啊，挖那个要技巧的，你要不容要小心，不要让自己受伤啊，要把它挖开，而且一只一只鹅啊出来，你不希望吃鹅啊的时候里面有壳嘛，因为那是一种很恐怖的经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那个就要挖，那挖完之后呢，那牡蛎壳就是废弃物，你又没有用就丢掉。那后来有人发现它好像里面主要是碳酸钙的成分，可以想办法提炼出一些钙出来啊，或者是把它压碎铺马路的时候一起混进去啊。好，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哦，他们其实就在海里面就可以累积到这么多钙，然后堆积了这么多的这个坚硬的壳在自己的身体外面。那当然，至少这个也就告诉我们哦，其实在这边的生物的话，它其实就会有一些特异功能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个涨潮的时候会淹在水里面，然后退潮又会露出来晒太阳。所以其实就是它在涨潮的时候，当然就有水跟外界做交换，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气体或者是废物。然后要退潮的时候，它就会赶快有一口水在嘴巴里面，然后在身体里面，然后壳就紧闭，那它壳可以闭到里面的水都不会出来，啊，里面的水都不会出来，然后等到下次再涨潮的时候。那另外的话呢，我们又可以再看到153页的第二段和第一行后面。那你看这个潮间带，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海陆交界的地方，就可以分成离岸、沙岸、沿岸跟礁岸。那当然，如果对地理来讲，如果只分沙岸跟沿岸的话，就是离岸跟沙岸都是沙岸，沿岸跟礁岸都是沿岸。啊，因为它不同的这个底质、不同的潮间带地形，其实对于我们不管是人文上面，或者是这个经济价值上，或者是我们跟海洋的互动上面，其实会有很大的不同啊。那当然，其实我们讲到这个石头，当然大颗叫石头，小颗叫小石头，对不对？或者我们会用“地”这个字，石头的“石”带一个快乐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再小一点就是沙。然后再小的话，当然可以叫细沙。可是如果再更小，而且跟有机碎屑混在一起，就会叫做泥。哦，所以其实通常泥哦，就泥岸，那大部分是在这个出海口的地方。哦，在出海口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之前讲河川的时候也讲过，这个河川溪流对底质有切割、侵蚀跟搬运的功能。那这个功能随着上游、中游、下游会慢慢的递减。所以其实整条河的枯枝落叶、尸体残骸这些碎屑有机物，哦，就会在河口慢慢的沉降下来。这个我们之前应该有讲过，好，我们再翻过来，所以看一下154页。那不管是沙岸还是泥岸，那特别是沙岸啊，特别是沙岸，因为泥岸的话呢，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，因为比较是出海口的地方。那特别是沙岸，它其实底质不稳啊，然后我们就会讲到它其实是小小石头，很小很小很细碎的石头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的，它其实这个恶劣的环境。可是呢，你一旦适应了之后，看一下154页的后面有没有物种少且数量多，对不对？就是种少量多，啊，哦，种少量多。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有很多沙岸跟泥岸，退潮的时候会退得很远很远，啊，会退得很远。就是它如果海岸是整个很平缓的，慢慢到海里去的话，那可能一退会退几十甚至几百公尺，非常远啊，哦。退潮的时候就会露出很大一片的这个沙滩或者是泥岸。看地啦，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会讲到这个，或许在地理上面，从这个军港或者是商港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是比较好运用的，也就是沿岸的部分。那但是从我们生物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沿岸或者是特别其中的这个礁石，就是礁岸，它因为其实底质比较稳固，而且其实它会有比较多的洞，有比较多的缝，有比较多的地方可以躲生物，所以这边的生物多样性比较高，看起来也比较热闹。这我们之前应该跟大家说过，还是你在地理或地科都有没有学过？这个全世界有珊瑚礁的海边其实不多啊，你只要是陆跟海交界的地方就是海边。可是呢，其实珊瑚礁是在一个特殊的纬度啊。那我们台湾的话，其实你我想我们从小应该就知道，你只要去对地方，它也会有沙滩；你只要去对地方，就会有珊瑚礁。对不对？你只要去的地方就会有红树林，所以其实我们海岸的资源呢，其实海洋的资源、生物的资源，整个都是非常的多样啊，而且缤纷啊，这算是我们运气好的地方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珊瑚礁，那珊瑚礁呢，它是由这个刺丝胞动物啊，就是这个珊瑚种所构成的，然后它会堆积这个石灰质，或我们讲碳酸钙的这个外骨骼。那其实珊瑚我可以简单的分成软珊瑚跟石珊瑚，那。帮忙做出珊瑚礁的珊瑚，我们可以叫造礁珊瑚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，可以写一下。
它叫造礁珊瑚，或者我们就叫石珊瑚。那这个石珊瑚的话呢，其实你想想看，它会慢慢的长大，而且其实上面有无数的这个珊瑚虫在上面。那其实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，155页，它其实是有生物跟它共生的。我们就看到这一边，此区生产者为与珊瑚共生的藻类，还有附着于珊瑚表面的大型藻类。那这个大型藻类当然我们肉眼看得见，可是呢，跟珊瑚共生的藻类，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能说肉眼看不见，肉眼也算看得见，因为你看不见一只一只藻类，但是看得到它整片的颜色，因为珊瑚虫它是透明无色的。然后呢，那个它造出来的珊瑚礁，它又是石灰质或我们讲碳酸钙外骨骼，又算是白色的。可是你看珊瑚礁，它不会是白色的，它会好像很那种缤纷的五彩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其实呢，那个颜色主要是来自跟它共生的藻类。看一下155页小知识，珊瑚的白化。这个国中有学过珊瑚白化吗？我们讲到这个珊瑚的保育哦，我们就很喜欢讲珊瑚白化。然后呢，结果而且一开始发现珊瑚白化就是在核电厂。那当然了，这个核电厂我有跟你们谈过吗？还是其他课谈过核电厂为什么在海边？为什么核电厂在海边？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岛，你不是哪里都海边了，是不是？你总不能运到山上去吧？然后发一个核电厂在运山上，那这样运上去不容易嘛？是不是？我这样回答起来很白痴啊！我们不管这个问题，它有很多原因可以回答。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，那个时候其实，在核电厂的出海口的地方，那科学家就发现了一些恐怖的事情。首先就是珊瑚白化，另外就是花生鲫鱼发育的时候出现异常。你们国中有学吗？珊瑚白化有学过吗？那个花生鲫鱼，它台语叫做回形蛋啊，回花生蛋。那这个回形蛋它就是来长得不会太大只啊，小小只。然后呢，它就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会那种驼背，就会驼，有听过吗？然后它也不被叫驼背鱼，它被叫壁雕鱼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，都没有。你愿意你就写一下，没关系。壁雕鱼的壁是哪一个字哦？壁是秘密的壁，雕是雕刻的雕，鱼就是鱼类的鱼，就是壁雕鱼嘛。那为什么它是逆雕？为什么你要念壁雕鱼？因为这个字是台语，啊、哦，就是台语。那为什么没事要念台语？因为你们还年轻，而且女生喜欢看布袋戏的人多嘛，知道？能讲古早进前的文字有破的伊哦。就是说之前的霹雳布袋戏的前身啊，那我们先不管这个，其实那个布袋戏其实很长一段时间跟台湾民生的互动非常的密切，然后他也留下了一些东西，例如说事情背后会有藏镜人，没有用习惯这个词吗？同样也是那个一个布袋戏的名称啊，布袋戏人物的名称。然后另外的话呢，这个壁雕也是啊，然后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啦，我记得他会穿红的斗篷。然后呢，那个龅牙，然后又驼背，然后拿一个拐杖，啊、哦，觉得大家的武功高强，所以后来大家就习惯。那当然，女生的刺文化比较少了啊、哦。男生的或者是军中的刺文化，就有时候会讲壁雕这个词。啊、哦，那最简单的就是说驼背的，就像钟楼坏人啊 ，humpback 就是那种，或者有一个词叫罗锅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罗锅。例如说以前有一个有名的宰相刘墉叫刘罗锅啊、哦，不是刘伯温啊、哦，不是啊、哦。好，然后另外呢，但是吧，刘罗锅是清朝的嘛，刘罗锅是明朝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先不管了啊、哦。所以其实那个壁雕就是讲驼背，所以那个壁雕鱼就是讲驼背鱼，就会讲驼背鱼。那另外的话，我刚刚讲到军中跟男性的自我化，说人家壁雕，说一口壁皮，就是说他个性怪怪的，不好相处的意思啊。哦，你听一听就好，你不要学讲。然后呢，再回到那个鱼好好的，为什么会变壁雕鱼？那因为它在核电厂的附近海边，所以其实大家就很好奇啊，那它可能是受到辐射污染。就后来研究之后发现，不是，珊瑚白化跟壁雕鱼都不是辐射污染。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课本有写吗？对，就是热污染啊，热污染。那因为太热了啊，太热了，结果它这个珊瑚就活得很不舒服，很难过。那但是珊瑚虫呢，它虽然是动物，可它又走不了，因为它是固着型的生活形态。但是其中的藻类就很不高兴，就走了。那走了之后呢，这个珊瑚虫就失去了它主要的颜色来源，然后就白掉。啊，然后另外的话呢，那个温度也让鱼类，但被发现最明显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花生鲫鱼，它在胚胎发育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骨头速度生长的这个不正常的现象，所以它在长的时候可能长太快是干嘛，就会凸起来，然后接下来甚至还有人研究到它好像也会多出一节或干嘛，
所以其实后来才发现，那个跟辐射没有关系，就是热污染。就是这个，你们知道我们人在发育的时候，我们的脊椎跟我们的肋骨跟胸骨，它会有一个稳定的速度一直在长。如果你哪一个长太快或长太慢，你这样长太快的话，可能就后面会驼。然后有另外一种是，你这样看啊，假设是这样的啊，这是肋骨，这有个胸椎，应该要这样长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突然的长太快或长太慢，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这样长大，你这个突然长太快的话，它会这样一直挤，就会变成往前凸，或者会往内凹。讲起来有点怪，你们以后应该会有念医学系，再看看可不可以相信我在讲什么。然后慢慢的，如果你这样长长，就往前凸，往前凸，这就叫鸡胸，有听过吗？然后长一长，接下来比较少人听到，它不是往前凸，而是往内凹，往内凹凹进去，这叫漏斗胸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？大家没听过。好，我们先不管这个，再回到我们刚讲的鱼，它就是热导致它胚胎发育的时候出现异常，然后就成了驼背。好，那大家就想说，糟糕，那为什么这边会有热污染？因为这个核电厂它要引进海水，然后降低炉心的温度，然后再把海水排出去。啊，那炉心的温度降低了，海水温度是不是上升？所以你排出去的这一块地方的热水的海水温度是高的，这是热水。那那当然，这个你说它不是辐射污染，但是它跟核电厂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可是其实核电厂对那边海域生态系的功过很难评估，因为我们刚刚讲，它会让一块区域热污染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呢，我核电厂如果我要引进海水，然后海水再排出去，请问这个地方可以让人去游憩吗？这地方可以让人去休闲吗？不能吧？你如果在那边游泳或在那边散步，然后突然被吸进去，降低炉心的温度，然后再排出来，那你这样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它那一整块还蛮大的海域就围起来，就变成是简单的，没有什么特别法令在规定的，可是是个保护区。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就大家发现哇，那几乎是海洋天堂，里面的那个生物像非常的完整，而且其实他们就欣欣向荣，因为只要把人隔绝了，生物自然会活得好。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就是核电厂你到底对那边到底好处跟坏处是什么？啊，好处跟坏处是什么？这是很复杂的问题。不过至少还好，让大家就比较安心了。那时候以为是那个辐射污染啊，核污染，结果不是啊，他们把那个核能就管得好好的，没有出来伤害外面的生态啊。好，那我们再说回来，那我们讲到台湾的这个珊瑚礁被破坏，很多人都会直接回答热污染。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，像有一首歌什么《蔚蓝的珊瑚海》，热污染瞬间苍白嘛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印象？没印象就算了，没关系。然后反正其实，台湾的珊瑚礁，其实全世界珊瑚礁都一样，遇到很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游戏的压力，因为有人要去看。那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哦，因为我们到后面会讲到，保育一定要有某程度的妥协。然后呢，其中很有名的就是把它转成生态观光。那问题是，很多人喜欢在珊瑚礁的地方去看，然后就会去踩它，会去碰撞，然后珊瑚礁就会被人踩坏或断掉。你们知道有一个活动叫踏浪，就它带你到某一个地方去，然后它会算潮汐，然后退潮的时候，中间就会露出潮间带，然后你就走到对面去，然后船到那边去接你，然后你不可以走太慢了。因为退潮完就会涨潮，对不对？你太慢，就人家是用走的，你要用游的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你就要快。那你一脚一脚都踩在什么地方？要么就是泥潭地，要么就是珊瑚礁。那这个对环境的压力就很大。大堡礁也是一样啊，大堡礁也是一样啊。大堡礁很多人也是啊。然后像我们这个小规模人就会去走啊，你就会实际的踩它。然后像他们是很多船要靠近。然后船靠近就想要越靠越近啊，那当然不小心就会有一些碰撞或者会有一些什么东西，那慢慢的积少成多，这个是非常可观的伤害。另外的话就是垃圾，然后还有一些开发。你想想看哦，河口一定不会有珊瑚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河口出海口一定不会有珊瑚礁哦，我这样讲有点武断了啊。你如果说是那种直接的沿岸或者是直接出海，那当然。如果我们想象的是那一种河口啊，然后它那个慢慢的有一些冲积山平原啊，然后有那种三角洲啊再出去，那个就不会有珊瑚礁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有的话，河冲出来的一些泥、一些有机物是不是会把珊瑚礁埋掉？就一定会死嘛。哦，所以其实珊瑚礁其实台湾全世界都一样哦，这个热污染反而是就只有很有局限性的小小一个范围。但是大规模来讲，就是油气的压力、污染，还有很多废弃物直接的倾倒跟淹埋，
这是很大的问题。那当然有一些比较恶劣的，就故意要去开采啊，故意要去敲啊，敲两块下来卖啊，因为你可以放在珊瑚，放在水族缸里面看起来很漂亮啊，或者你可以做成什么，那个就很麻烦了啊，那个就很麻烦，我们就不谈这个东西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，那珊瑚礁的话，因为珊瑚是慢慢长出来的，所以它不会长得完整，它中间会有缝，中间会有洞，那这对其他的生物来讲就很棒，就有地方可以躲啊，那这样就很好。那当然你可以看到，它们这么多的这个珊瑚礁会有这个礁，就是会有这个石灰质的外骨骼，所以它们其实会布了很多的二氧化碳下来。课本上也有讲到这一段。那下面有一些照片，大家就有一些画的图片就看一看啦，我没有空讲，很可惜啊。好吧，好吧，翻过来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讲到浅海区了。那浅海区就表示什么？是在这个低潮线以下，陆地是在高潮线以上，对不对？那浅海区是在低潮线以下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绝对不会露出来晒太阳。那我们就进到海洋哦。如果你大家不熟，可以往前翻一翻两页啦，152页的这个图啦。刚刚这个图我没有特别讲，因为这个图其实是不是地理还是别的科都会有这个图，对不对啊？简单的海洋剖面的图，152页图6-50页。那从这来看的话呢，我们其实地理会喜欢强调整个陆地往下延伸，会把它叫陆棚或叫大陆棚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会叫做这个浅海或近海区，然后呢外面就会叫大洋或远洋区。反正其实就不同的版本，有人喜欢写浅，然后写近，有人喜欢写大，有人写远啊。那你就会知道这个浅海区呢，它其实它的算法并不是距离岸边的远近，而是这个水深，是水深。然后这个图看一看呢，你就可以发现它有一个陆棚，然后接下来会有个斜坡，然后下面的话呢，有人说会有深海的平原，当然它可能不会是平的，会有高低起伏，但是简单来讲是这样。看一下156页。所以有没有发现哦？这个浅海区它其实是水深不超过200公尺哦，是水深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全部都是透光区，哦，全都是透光区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大洋区。那大洋区的话，就有分成这个透光区跟不透光区，因为你水再怎么深，都是从海平面里开始算起啊。那就是这个透光区里面就有整个地球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者，也就是藻类。那我们生活在陆地上，我们会认为最重要的生产者应该是植物，但其实不是，是藻类。那我们再看到旁边呢，就比深海区就会有很多。当然，你可以开玩笑说，因为深海无光嘛，所以他们眼睛看不大到东西，所以挑对象都不会看长相。你觉得这样蛮好，还是你的优势就失去了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先不管这个。所以其实深海就会有一些那种比较特别的生物，不在乎外貌的。只看心地是不是善良，那不是很棒。然后看一下156页的小知识哦，安康鱼。当然课本也没有特别讲啦啊，可是我觉得这只安康鱼一看就是母的，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安康鱼当然其实它会有一只钓竿啦，有没有看到课本上的照片啊？然后它其实那个有一些种类，它不是固定的，是会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的啊，然后会吸引人。然后安康鱼它其实分布的范围很广，有一些是在很深海，有些没那么深啊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说这只安康鱼看就是什么？你想想看，在深海里面，我们如果在陆地上，你看熊跟老虎，平常也没有一群啊。可是繁殖的时候，公熊就是可以找到母熊，公老虎就是可以找到母老虎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不行，靠气味啊，靠费洛蒙嘛，对不对？就靠闻的。那在海里面当然也有气味，可是它飘散的速率，它飘散的那个效用就不像在空气当中那么好，所以其实当然它有一些还是可以靠味道啊，靠眼睛啊，但是这个鱼它也非常有趣，在深海里面相遇的几率可能又更低，所以其实公的安康鱼有很多是寄生在母的身上，那这个照片应该看不见吧？就是假设安康鱼种类有很多，假设有这么大只啊，然后呢母的。然后公的安康鱼就小小一只，然后吸在你的身上。那它的人生，它的余生，不是快死掉的余生，知道哪一个字？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提供一种雄性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让族群能够持续繁衍。你有空就可以去查一下安康鱼公母，我觉得蛮有趣，那个体型大小差很多。好，来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课本上下面呢，特别提一下这个。那我们刚不是跟大家讲，在这个深海的透光区。它其实就有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者。那下面呢？那下面没有生产者，它的食物来源来自什么？
就上面的掉下去，就上面的掉下去。像前阵子我们上了一影片，又拍一只鲸鱼死掉以后，慢慢掉下去，慢慢掉下去，然后就一堆动物来吃，然后掉下去，掉下去，掉下去，然后到最后全部烂光，剩一副骨头，还是有动物专门在吃骨头。你不要以为是鱼就啃骨头，不是，就是小的生物在上面长。然后我们先不管这个好了，我们就简单的来讲，至少你听到重点，深海的就是靠上面掉下去，所以其实还是来自于太阳所养育的整个生物跟食物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生命世界就算是深海了，它的能量可能直接间接都来自太阳，但是也不一定。我们看到旁边157页，课本也很有趣哦，这个有需要到一整页吗？好了，不过没关系啊，这有就有个照片啊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发现，在一些深海的温泉附近，会有一些化学自营的生物，啊，所以它的能量来源就是来自地球，它就不用仰赖太阳，这样 OK 哦。然后它就有一些复杂的一些生态系，这个大家去看一看啊，特殊的管虫啊，特殊的什么，特别像这边有照片。好，我们就翻过来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，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水体，对不对？海啊、湖啊、河啊、溪流啊。那接下来就是有点湿又不会太湿，然后呢像是水又像是陆地，感觉上是在陆地上的水域，或者你也可以说是积水的陆地。我们就可以看158页课本的描述，很有趣哦，排水不良长期积水的地地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句就有贬低的味道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过没关系啦哦。那我想沼泽，你会想要哪一个英文？可不可以想三个给我？沼泽、湿地，湿地应该有帮助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想一想，没关系。还有什么？河是不是？就是、队长讲大概是这几个。好吧，不管了，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个，你看这个课本上的第一行，后面是陆域生态系跟水域生态系交界的过渡地区。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一段的最后一行，河口沼泽，然后还有内陆沼泽。那台湾的内陆沼泽其实不多，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过，其实我们有些内陆沼泽会被归成池塘，因为有一些很浅的池塘，你都不知道它要叫内陆沼泽好，还是要叫池塘好。而且很多高山上的湖泊，有一些搞不好根本不算是池塘，搞不好都只是沼泽而已。所以其实有时候池塘跟沼泽是很难划分的。例如说我们讲七星山上的梦幻谷，这个我们有提过吗？梦幻谷它真的是个湖吗？当然不是湖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说过湖要湖透光区？它当然不是。那它是个池塘吗？有人认为它根本是个湿地而已，它根本是个湿地。那我们先不管这个了。那总之呢，内陆沼泽课本就没讲，我们的重点就放到河口沼泽。这就回到我刚刚讲的河口，那整条河川它因为流速很快，所以它没办法靠游泳能力很差的藻类当做生产者。这国中就学过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养分是不是靠枯枝落叶、尸体残骸，然后慢慢的被分解，慢慢的往下带，然后到河口就会冲击，就会沉降，就会有很营养的，或者是看起来很恶心的这个河口沼泽。那当然，这个地方其实呢还是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河口，就表示它会有涨退潮的问题。那涨潮不是水淹过而已哦，它涨潮会是咸的，退潮会是淡的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其实这也是很恶劣的环境，但是因为它这一边的养分又很充足，所以呢，你应该就猜得出来它的特性会是什么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种少量多，啊，它也是一样。所以自己找到，河口沼泽这边有一个食物，有看见吗？哦，此特殊环境的植物种类很少，但是营养盐丰富，故植物之数量相当庞大，基础生产量高。就是种少量多嘛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就是种少量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本的照片，然后讲一讲这些东西的故事啊。然后最上面那张照片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你们年轻人眼睛很好，应该一看就知道啊，不会说照一坨泥巴要干嘛？有看到一只鱼吗？弹涂鱼是一群很怪的鱼类，因为它的眼睛长在头顶了，好像骂人的话，还是怎样？那一般的鱼眼睛是长在两边嘛？啊，有人认为你只看它的那种头的上半身，还蛮有一点像青蛙的，我觉得还是蛮好，不大像。然后你们有，例如说捷运到淡水关渡竹围啊，这边走两步，大概不止两步了，走几步了，你就可以看到红树林沼泽，对不对？那你会一看就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又好脏好臭，你就跑掉，还
还是你会站着一直看？你有没有试过你站着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只一只弹涂鱼跟一只一只照照蟹会浮现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。你如果都没有，你就一看你就走，你什么都没看到，你就站着看一看，然后一只一只就会跑出来，非常有趣。那台湾的弹涂鱼有弹涂鱼跟大弹涂鱼啊，浅水一种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大弹涂鱼的话，其实它有一种那个背鳍会立得很高，这个显然没有啊，没有看到背鳍的样子啊。它的俗称叫花跳了啊，因为这个身体这样花花的，然后又会跳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个。那下面这个的话呢，这个叫招潮蟹。那招潮蟹其实，英文有人的用法再把它翻成中文，会说叫那个提琴手蟹啊，提琴，他们就会觉得它那个，也不知道是大大的像一个提琴，还是它的手那个样子有点像在拉提琴的样子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好奇？你本来就知道吗？这个招潮蟹，你有没有看见它的那个右手的蟹螯？那它的左手的蟹螯到哪去了？这个你们知道吗？招潮蟹本来就是只有一个螯大而已，一般螃蟹是两个都很大。那你觉得招潮蟹，你看它的身体那么小，它的螯那么大，你觉得它的螯是干什么用的？大家会以为用来打架，可是你如果真的有仔细看过招潮蟹，那个螯重的话它几乎会不动，它不大能够，它没有办法，就这样很傻。然后他们几个如果在抢地板，慢慢的就仪式化的行为，你看我的螯好大，其实我的螯也不小。然后就两个，你会觉得没有什么活力，可是至少他们用这种方法在互相威吓。但是更大的重点是什么？更大的重点是听起来我觉得帮他们有一点难过，因为母的喜欢，母的喜欢，母的看到哇，它螯好大好 man 哦，然后它就有比较大的几率有比较多的后代啊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大家就会有人很好奇啊，这个招潮蟹到底是右手比较大还是左手比较大？它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？就后来就看种类，看种类。那大部分是左右手的比例不会差太多了，啊，40%-50%对上50%-几，40%-几对50%-几，就很接近一半啊。但是有部分特殊的种类是右边会比较大，那左边呢？左边那只就小小的，啊，那母的呢？母的就两只都小小，两只都小小。你下次如果有机会去，你看到，因为母的它就颜色跟那个泥很像，你就不容易看见。那公的它就有很大的一只螯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你下次就仔细看，不要看它的大螯，它的大螯是给母蟹看的，不是给你看的。请你看它的小，你要看也可以啊，没有人限制的。你就看它的小螯，因为它的小螯很忙。你猜它的小螯是干嘛用的？对，抓东西吃。那母的就可以两手一起用，公的就只能啊，就这样。你就看它的小手很忙，然后动很快，就。好笑的感觉，就动很快，动很快，动很快，超好玩的。好吧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哇，招潮蟹不大只，你们知道吗？招潮蟹不大只，小小只的。然后你就会看它这样，然后你如果靠近下它，或者你不要下它，你只要靠近它，发现，然后它就会慢慢走，然后就会走到洞里面去。然后它自己会知道方向。你有想过它很白痴吗？洞这样，然后它熬着，然后这样一进去，然后熬就卡在外面。它不会那么白痴啊，它自己会找一个对的方向，它自己会找一个对的方向，大家懂我的意思吗？然后它就会进去。然后他们，你们知道招潮蟹的洞口会有一点凸起来，有点像一个火山口、火山锥这样。然后有人特别去研究不同种类的那个火山口会做的有一点不一样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然后另外的话呢，那这个五个两只就小小的很可爱。好，哎，我们赶快往下看，现在讲不完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上次就跟大家说过了，那个每个图我都停下来，这样慢慢讲。你再给我时间，我也讲不完。可是我今天想要把它结束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，那下面这个叫和尚蟹。和尚蟹它是有一点浅浅的蓝色，应该看得出来。和尚蟹很小只，大概就是小只，很小只。它在沙滩上会一大堆，所以有人会把它叫行军蟹，行军这样来两个字哦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和尚蟹是走直的哦。螃蟹大部分不都是走横的，它是走直的。然后它非常可爱哦，它的两只手，其实招潮蟹的那只小手也一样。你看一下这个和尚蟹的两只螯，两只大螯，啊小螯了。你有没有看见它的螯的方向是往下的？有没有发现？招潮蟹的小螯也是一样，是往下。那你猜它往下那个小螯要用来干嘛？对，他们就剪碎屑。你要是下次有机会，不管是看招潮蟹，或者是这个和尚蟹更明显啊。然后呢，他们其实两只手很辛苦，那你想想看，你剪这个烂泥巴里面的有机碎屑上来吃，你会不会也剪到很多泥巴？会，但是它没那么惨。你说它吃土，我又不是蚯蚓，吃什么土，对不对？而且蚯蚓吃土就会一直吃一直拉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它的话没有啊，但是挑有机碎屑来吃啊。那它这样挑上来，而且它动作又很快，真的很快。你下次有机会去看，
就很快，那动作那么快，那会有泥巴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他们超厉害，然后他的嘴巴就可以把泥巴滤出来，他就这样吃吃吃，那你就看到他这边会有一球越来越大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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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就是不要的泥沙。然后呢，那大到一个程度，你知道怎么办吗？他动作超快，然后是越来越大越大，然后接下来他会很大很快的动作把它这样子弄掉，然后旁边就会有一球漂亮亮的，而且非常圆的一颗沙球在旁边，然后接下来又然后又做一颗沙球出来，你就觉得它是沙球制造机，这样在沙滩上制造很多沙球。我讲到这边，有没有人在海滩上或者是海边有看过有很多圆圆一颗一颗的小东西？啊，你有没有很好奇那是什么？有，那不是拉出来的，那也不是吐出来的，那个是没有被吃进嘴巴里的东西。人把它叫拟粪，模拟的拟粪便的粪，所以其实下次有机会看到的话非常有趣啊，那个手的动作很快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当然在这些地方啊，也不是都只有这一些无脊椎动物啦。你看一下这边的鸟类啊，这个黑面琵鹭，那黑面琵鹭的话呢，它其实是对我们台湾来说是整个保育非常有这个有成啊，或者是有名的，因为全世界呢其实有超过一半以上啊，甚至可能高达七八成更多啊。那最近新的数据我没有看，我不知道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因为他们本来是生活在东北跟西伯利亚，然后冷的时候会往南飞，然后会有非常大的，我刚刚讲的超过一半，就是六七成以上的杜冬族群是选择在台湾啊。那有些当然会飞到这个大陆啊，那个香港啊，香港有个米埔保护区也会有一些。香港是一个高度都市化的地方，它有保护区的啊，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啊。然后我们这边当然是最多了啊。那这个黑面琵鹭的话，它的英文好像叫汤匙嘴，就是 spoon bill 还是什么啊？就是你看它那个嘴巴的样子，有没有看到有几只看起来蛮酷的，然后发型也蛮酷的呢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另外的话呢，这个黑面琵鹭，你们知道它的台语俗称吗？陈升以前是不是有写过歌仔这个东西？我考大家清楚，他的台语俗称叫做打龟。那、啊、我一直很记很，因为有时候搞不大懂，我很喜欢思考它是什么意思啊。打龟拉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拉是台语在水里面搅拌东西的意思啊，拉就是那个拉拉，就是拉一拉，对不对？其实就，然后这个龟，我觉得龟这个词比较难体会啊，因为有人说他会这样。嘴巴伸在海水里面，然后就在嘟嘟嘟嘟嘟嘟，你看到不知道在忙什么啊？然后打来，然后每次就会飞走，所以各最打龟，就是因为你看那个歌词好像它的龟就是写飞走的飞。可是我在想，有没有可能是台语用来形容它的嘴型，就是一个东西，然后呢就把那个东西各最龟。大家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不知道龟是名字还是动词。例如说那个拜拜，然后这样一摆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对，那个动作叫寡龟啊，那那个东西叫什么？对，就叫龟啊，不是吗？那国语叫什么？那个是那脚还是脚？我也不知道，大家知道我会讲什么？然后直角，不是三角形那个直角，就知道我会讲。反正其实就那个、啊，所以我在想，很好奇啊，那拿龟的龟到底是动词还是名词啊？不管。好，不管了，所以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旁边159页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第二段159页，河口沼泽，然后它其实就可以分成哦，主要是这个沼泽区呢，它的依据植被来做区分，长满草的就是沼泽哦，然后呢长的树的就是林泽，对不对啊？直接可以看一看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哦，芦苇跟江江碱草，然后天哪，这个你有没有看到你不懂文字？我跟你说过，你应该高兴。你是唯一女青年，竟然可以看到没看过的国字，应该很高兴哦。我是不是不要跟你讲他念什么比较好？我跟你讲，你那就不会查。那、啊、当然，我也知道，我不跟你讲，你也是不会查。你有兴趣你就看一看啊。你看下面有小知识啊，哎，就是南宫的姜草了啊。然后它这个是这个莎草科的植物啊，这个茎是三角形的。有没有人有印象啊？我好像有几个同学又带去啊，干嘛讲那么神秘？就是深专的、啊，我带你们看小园植物的时候。那、啊、我们之前做生态的调查，没有空一个一个看。我没有植物，然后叫你们摸摸看，轻轻的摸摸看，不要用力戳，用力戳会被戳成圆的。有没有所有一种植物它的茎是三角形的？有人记得吗？没有人记得啊。那是水蜈蚣啊，它会长得有点像十字架这样，然后中间有一坨的东西。然后你说的就是这个。然后东北有三宝，你以前学过吗？对，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。乌拉草应该也是一种莎草科的植物。
摸起来也是，想必它摸起来都是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们先不管这个啊，这个的话叫我放啊，姜炒啊，姜炒，有没有先？哎、欸，写在哪边？没写哦。好吧，算了。哦，有，像那碱炒啊，就是碱炒或者三角粒嘛。然后其实就是那个绑下面有绑把掌，就是绑粽子。哎、欸，你们还有看过绑粽子是用这种草在绑的吗？还是都是棉绳呢？是不是？现在是不是几乎都是棉绳？比较少这个了啦，哦，比较少这个。不过大概就这个啦，就是看一看就好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当然有一些会有溪口的。就是刚好是有长有森林，然后和溪流从这边出来，但是呢，更典型的河口沼泽就是红树林啊。那我有听到钟声，我们很快把它结束。那红树林的话，我们看下面，红树林我们看下面，你看了我们台湾原本有六种啊，原本六种，那但是呢，有两种就是红159页小知识的最下面，然后红茄冬跟细软红树，那个时候可能是这个港口新建的过程就没了，就没了，那所以。台湾现在就变成四种，不过大部分的文献都还是记载我们台湾有六种。那当然绝种了怎么办？有人说想要复育，啊，就从那个东南亚其他国家找来台湾种。那你觉得这个意义很大吗？某程度而言，可以重现台湾曾经有过的生物。可是你再怎么样种，它也不是台湾的，对不对？台湾复育最有名的例子是什么动物？对，梅花鹿。梅花鹿已经绝种了。梅花鹿就保育的角度来看，它是一种绝种的生物，所以它应该不是保育类，因为你不可能说恐龙是保育类嘛，因为它已经绝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不管这个，不表示可以去骚扰它啊，因为它其实梅花鹿的复育计划已经执行了十几二十年了，甚至更久。那你会不会很好奇，回到我刚问的问题，那我们保育梅花鹿的意义很大吗？我们的梅花鹿是哪来的？你知不知道？如果说已经绝种，台湾的梅花鹿绝种呢，可是很多地方都在养。因为很多名家会养鹿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？例如说收鹿茸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？那但是那个鹿它就不会在乎它的血缘，就会到处进口乱配，所以那个垦丁啊、社顶啊那边整个梅花鹿复育计划的核心鹿群来自哪里？来自台北市立动物园。那个是很纯的一群台湾原生的梅花鹿，所以它复育的是真的是台湾的梅花鹿，知道我在讲错？台北市立动物园知道是哪里啊？以前在圆山叫圆山动物园，现在在木栅叫木栅动物园。其实它的名字是台北市立动物园，从来没改过。不过没关系啊，知道是哪句话。好吧，就这样，这个讲的还是有点赶的。不过我们下一节课应该就可以把它结束了，太棒了。那先下课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再来下课，拜拜。Oh, yeah.